晨闪烁，是你走进我，像一吻合，只一盏灯火。爱奔波，身处何者？我也不会停留，因为你说过会陪伴着我每个日出日落。最美的花朵由我们着色。一口炫一个小草莓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在传递心意给我喜欢的人。是我做的这些让你难过了？没有。温年，你可以待在那里，永远都不出来。永远都不出来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的，我会一直在外面保护你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公主丹儿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回家，我不该自私的留住，但是我想喜欢你一次。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温年，我做了太多无可奈何的事，但是喜欢你这件事出自真心，发自本源。不管未来如何，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找你。你愿意接受我的表白吗？我愿意。明天我们去约会吧。什么叫约会？一段只属于我们的记忆。好可爱啊。我可以和你合张影吗？公主大人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你好可爱哦。我不可爱吗？不需要他的糖葫芦。你也好可爱哦。这个糖葫芦送给你。我才不要。哦，好酸哦。公主大人是在吃醋吗？没有。公主大人，还我！哇，一口炫一个小草莓哦！我知道送你什么了。
这儿。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练过？这还需要练？奇怪，怎么技术忽然变好了？后来我终于手刃仇人，但是这还不够。只有解决那些蝇营狗苟之辈，才是永绝后患。所以，万灵宫公主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不，温年知道，四爷是个好人。你不会觉得我很可怕吗？游戏里。你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。一开始我的确很怕你。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虽然你总是凶巴巴的，老是威胁我，但我知道，公主大人不坏的。你以前的坏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先吧。好。刚刚许了什么愿望？希望公主大人今后所愿皆所得。你呢？希望温年可以永远快乐，永远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。勇敢面对这个世界。52赫兹孤独的鲸，终于等到了懂他的人，得到了真正的理解。被海水吞没，你如同洋流经过我。